兄弟们好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把心的视频啊，绑把心的视频。这个段子会非常的长啊，你如果有耐心的话，你就请看完啊。这个段子长一点哈，啊，从中间取一下那个啥。一会儿看能不能把这个视频的加快一下，加速一下，嗯。就是太长了，因为咱绑的把式比较厚。用一个棍儿给它捅进去哈，然后再用一个像大连马线的这样的线给它系住这个头啊。这样绑的把式，嗯，保证你把式啊耐用，也好用啊。这个做了个抽扣，做了个抽扣，你看这一抽啊，扣锁紧了。这个一定要把它拽紧啊，一定要把它拽紧，两边使劲拽紧。然后这个穿过这个把心上，再戴扣，还是把这个东西塞一塞啊，往里头塞一塞。做这个我其实不愿拍这段子，太长了。一个是长了呢，拍短了有什么效果？观众也不容易推送。但是大家看看这段子，我喜欢看这长了，不如简单明了的好。所以说，一直就没有拍这种往把心段子，这样再把它锁紧，一定要把这扣锁紧啊。锁紧了以后呢，要把这个东西给它翻上来哈，这样右手就翻上来了。翻上来以后，正好压住这个伞绳，这个绳啊，就不让它开线。钢珠打上以后也不容易开线啊，啊，这样两边就翻上来了。你看这样一个把式做好了啊，学会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哈，这两头就可以挂个钩子，放在你的把箱上挂上就行了哈。看看做的漂亮吗？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哈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